咦，陳明你好啊！我想問我瞓醒咗覺之後我去邊度？你依家喺深圳啊？我哋係咪好似某啲 YouTuber 咁啊？我哋介紹大陸嘅嘢咧，介紹美食啊！我係大灣區粵哇！哇今日深圳有一個電單車界嘅盛事，合作商就邀請我哋去觀看一個比賽。呢時越野電單車嘉年華，深圳首屆室內越野電單車大師邀請賽，場地入面會有世界好多知名嘅越野電單車車手咧，會喺入面進行排位賽表演，可以攞住呢個傳媒證。Yeah.去周圍採訪，有個香港嘅車手會比賽啦，咁我哋亦都會同佢進行一啲訪問嘅，目的地就係深圳國際會展中心，起行嘅咯喎，去翻起人去會場先啊嘛，出發，早啲去，快，到。我哋搭咗30分鐘車程左右咧，就嚟到。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咁深圳國際會展中心咧好大嘅，有好多個場館嘅。係，你依家喺門口度就會即刻入去啦。我哋已經聽到二衝程引擎嘅聲音啦。係啊，啲二衝嗰啲點點點。咁呢邊咧就係20號展館啦，亦都係活動嘅場地。咁其他以外嘅展館咧就唔喺今次嘉年華範圍之內嘅。吃完飯2點鐘，我哋就會出去睇比賽。OK， 食飯先，辛苦啦，快食。哇！呢個鹿仔係咩飯嚟嘅咧？鯭魚粉啊！老公啊，這一份看着就好點。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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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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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嗌正幹炒牛河。陈声你好，成个排位赛或者佢成个组别系做紧啲咩嘅咧？今次系表演赛咧，有少少唔同嘅。首先系晏昼排位赛，排位赛之后咧，个排名就会系夜晚嘅时候正赛就拣入闸个位置，因为我哋起步系一字咁样打横起步嘅，拣个位都好紧要，因为琴晚排得唔好，所以我排位嘅时候我对住嗰啲嘢咧系冇路行嘅。排位赛可以前少少嘅话咧。咁如果起步起到出嚟咧，咁你個成個比賽輕鬆好多。既係表演，但係又有排位。其實我哋係比賽，即係我哋表演俾你哋睇咯。琴晚嘅成績就會帶落第二日嘅晏晝。琴晚去安利第九嘅，第二日晏晝就第九入閘。前一場嘅成績就帶落下一場。呢個比賽嘅賽道難度如何啊？
是十分難的。首先我香港沒有一個正規場地，還有我們香港場地是極之小的，我想這裡的四分一都未必有。然後這些場地我們是完全沒有玩過，沒有接觸過這些場地的，所以我們都沒辦法可以練到這些場地。你是來到會場之後就練車就執生的了，沒錯。因為我有看你 IG， 你是手的情況怎樣？腫腫地，現在好了，因為剛剛插了冰桶，現在好一點。那時候的意外是怎樣發生的？第一天來到練習的時候，第二次練習未計算好的場，去到那個位置跳遠了。咁正常咧，我哋見到你有兩個嘢接啊嘛，我又跳過咗第二個，喺第二個同第三個中間落咗，然之後隻手就承受唔到，一坐落去就成架車掉噶啦。啱啱個排位賽成績係如何？第八九啊，因為頭先起步嗰時候咧，同人有少少碰撞啦，跟住就跌咗埋去一邊，入咗啲發泡膠嗰啲箱咧，接咗落個鼻翼度，頭先成場都冇投鼻翼。要幾多嘅成績先可以入到今晚定係聽晚嘅？頭十六名，頭十六名就可以去到今晚決賽。介紹一下你部電單車。呢部就係2023年 Y2Z250F， 咁好多謝個朋友借架車俾我啦，全新車，因為基本上可能你有睇過 IG 啦。我每一日都有炒車嘅，水箱又攣咗，啲殼又爆曬噶啦。好多謝個偉大嘅機械師，偉大機械師。250至到 450cc 係無限改裝嘅，而呢部車係有改裝定係屬於輕度調整？輕度調整就係換咗條喉，其他就全原裝嘅。另外想問個好愚昧嘅問題，點解唔用二沖程嚟參加嘅？因為其實二沖程喺我諗十年前預計電單車嚟講咧，四沖程出現之後就開始淘汰咗。因為二沖程我哋會用125同250F 去鬥嘅，125嘅二沖程係唔會夠四沖程嘅250快嘅。竟然係咁啊！因為佢轉彎啊、穩定性啊，同埋二沖程你要長期靠轉數啊嘛。揸起上嚟，其實四沖程係會快好多。早嘅規例可以去到450，但係點解又唔會揀一部450咧？450因為車越快，體能負荷越高。我哋練習開嘅場地好細，用唔到450。大陸啊，比賽啊，都係用呢啲450嘅啫。如果佢為著比賽嘅話，有冇啲獨特嘅嘢係一定要出現？好多人咧會有個起步器嘅，佢呢度會有粒嘢，係佢起步之前咧，佢會縮落去，等個頭碌唔好彈上嚟住。佢一起步完之後，一入彎咧，一用頭 brake 咧，佢就會彈翻上嚟，防止起步嘅時候咁容易起頭。但係呢架就冇嘅，尾牙嘅設定上有冇原裝嘅？我哋就唔係好冇玩得咁專業啦，因為其實頭尾牙齒爭一兩齒，其實揸落去冇乜大分別。個速度好快啊，即係爭一兩齒係嚟緊，可能有零點幾秒嘅分別啦。即係好多高手比拼緊嘅時候，可能會爭少少咯。有冇特別嘢想講？我差唔多啦。我需要贊助商啊！我 IG 喺呢度。你要咩贊助商？我可以幫你接洽啊，計友嗰啲啱唔啱？最好係如波啦，如波贊助我最好啦。有啲咩之後翻到香港就同你傾。多謝多謝。最後加油，俾心機。Thank you。希望個個觀眾可以支持香港運動員啦。如果可以嘅話 ，follow 佢哋嘅 IG 啦，或者留意多一啲佢哋喺電單車賽事同埋活動嘅新聞咧。好簡單，去俾個 like， 俾個支持佢哋咧，其實佢哋已經好足夠噶啦。仲有，我想多謝我贊助商啊！我啲贊助商喺度啊，多謝。冇問題 ，thank you。多啲去支持本地嘅賽車運動員同埋賽車運動啦。我哋香港地方好細，但係有一班好熱血、好中意揸電單車嘅人，亦都好想為香港出一分力，讓大家多啲人認識到每個運動員咯。就係咁 ，thank you。加油啦，多謝，休息啦。Always do it on my own, so I gotta get through it. An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o love what I'm doing. Never give up, never slow, till I finally prove it. Never listen to the no's, I just wanna keep moving. Keep my head up when I act, head up, that's a fact. Never looking back, I'ma keep myself on track. Keep my head up, staying strong, always moving on. Feel I don't belong, tell my thoughts to move along. Push myself to be the best, die with no regrets.下晝排位賽所有的賽程都已經完曬啦，出到嚟場館外面就同大家做個總結啦。你覺得點啊？即係第一次去
咁近距離睇一個比賽咧，嗰種氣氛同埋嗰種震撼，我企喺度咧，我唔喐我都流曬汗，啲泥可能就係飛曬過嚟咁樣嗰種刺激感。即係佢如果佢對比翻台度嗰啲啊，嗰種感覺係唔同兩樣嘢嚟。啱啱我最後一場，我企咗喺另外一邊嘅賽道，我同個賽道嗰度只有一個手位嘅距離，然後所有嘅電單車喺我頭前嗡嗡嗡嗡嗡，仲要佢哋已經係揸緊今日比賽賽程最大 CC， 最大 CC 啊！佢爆炸嗰下咧，佢一比油咧，佢就已經彈到上第一個波，跟住就會過二三四喺第四個波落翻嚟。完美落地，然之後重力再推太入彎，有冇飛到兩三層樓咁高咧？我覺得有噶，我覺得好誇張。中間最大個跳台，我覺得我見到佢哋揸佢嚟撞去射燈嗰啲位度咯，所有嘅車手嘅水準都非常之高。好高啊！最大嘅分別就係部車嘅排氣量大小係會影響到個圈速同埋可以做到嘅動作。今日我好開心可以嚟到睇，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見識。因為依個你始終你場地上嘅限制，香港未必做到。今次在深圳國際會展中心裏面一個這麼大的場地，在室內做了一個完全模仿越野的場地出來，還有一系列的維護、表演、獎台，整個製作的規模都很巨大，整體來講都做得非常之好。希望未來有機會有第二、第三、第四屆的話，都可以過到來參與和一起去拍片看比賽給大家，最好就香港都可以做到。是的，那這個就要看看政府怎樣做法了。如果香港做到好啲咯，咁我哋系咪要系时候歌颂祖国啦？依家说对的话，做对的事，迈向社会，一路跟紧党走噶啦，我哋系咪先 ？OK 的。最後好感謝 Lison 邀請咗我哋參加今次嘅電單車嘉年華，亦都有幸訪問到嘉倫師兄，想同大家做個呼籲啦。一直以嚟香港都有唔少嘅電單車師兄咧，好熱衷參與電單車嘅運動啊！希望各個觀眾咧睇到今次影片咧，除咗認識到 Lison 之外咧，亦都可以認識到香港嘅車手。將來如果佢哋有唔同嘅活動同埋比賽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佢哋，多多支持香港嘅本地車手。成個賽程咧，仲有今晚嘅活動同埋聽日嘅決賽噶。今日嘅影片最主要就去到咁多啦，就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 和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希望下次有机会会继续拍一些电单车有关的展览节目比赛给大家看，希望有多些比赛，有些比赛看，有些展览看，介绍多些东西给大家看，没错啦。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 like 片，在下面留言说声好看，或者支持我们的香港本地的车手。好，下条片再见咯，下条片再见啦，好啦，再见，拜拜。喂，唔好 cut 住，唔好 cut 住，唔好 cut 住。那我现在把它退掉了，退掉，退掉，退掉，试试吧，试试吧。真的退掉吗？对，你有钱吗？没有，退下来，看那个安保，那个超人蒙蒙这样子。我要进哦。啊？你推不动吗？推不动啊。那个太笨重了。太笨重了，不要弄了，不要弄了，所以就这样了。好，太重了。